邱校长，我们家长会陈会长，以及最受敬重的家长会的委员顾问，在场我们的陈振东议员，还有邱州议员，以及我们议长保育主任，还有所有我们教育界的前辈，所有里长毕业班的同学，在场的家长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士林国小是林市中读小学的母校，虽然我没有读到六年级，但一直是学校终身为母校。今天特地来祝福我们所有毕业同学，你们在人生的长期以来拿到第一张的结业证书，将来往前迈进还有许多关卡等着你们。上个礼拜我参加我们台湾之光，就是世界网球球后戴志颖的毕业典礼，他今年是硕士毕业，他讲了一段话，我把它摘录下来跟所有毕业的同学共同勉励。他说他感恩他的家长，他的兄弟姐妹，他感谢他的师长，他的同学，他的朋友，他以感恩的心情加上不断的努力，不断的学习，终究会出人头地。把这几句话献给我们同学，也献给我们在场的所有人。林市中祝福各位平安喜乐，健康快乐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受奖学生陈怡欣、石欣怡、蔡少伟、陈彦旭、李轩明、林彩维、连欢乐、祝贺。谢谢陈校长。